聊业了。那我在这个这么多众美女中，我觉得很自在。为什么？我在家也是，阴盛阳衰。我以前在工作的厂里、工厂里也是阴盛阳衰，所以我到男生堆里面，我反而觉得不自在，对，我不会走。那么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多来去学习这个黑管。那么这黑管，这个比那个扎风要声音小一点。也不会太吵到人家，学起来也蛮有趣的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口琴，可是很不错，考了口琴班。
为他本身的音乐素养也很棒，所以知道说他有在那个萨斯风还有黑管也很优秀，所以又在如意又开了黑管班跟萨斯风班。可是黑管我想学的时候，哇，真的不想，那一年我的手受伤了，也是在第一年跟老师学口琴之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如愿的继续我的学习乐器的梦。然后可是我跟肖老师说，没关系，我的口琴至少我单手还可以用。Nice.